起来。该你来了呀。对呀、啊，哎，你弟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这个拿的什么东西啊？月干。什么？他的衣服。哦，衣服是吧？对。啊、那行那行，那我们就走了。大哥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可以跟着你们一起吗？你要去吗？对。你要去上班吗？哦不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。怎么了？他没有出过远门，我想送送他。哦，送送弟弟是吧？对。哦，那也行，那走吧。但是大哥，你跟他走了不行，兄弟。哦，你反正要去，什么工作你到了你就知道了，好吧？嗯，好。行，走吧，走。这桥的护栏都被水冲毁了。小唐，啊，卢总，今天农场有什么工作安排？今天就是把这堆有机肥搬到下面那块地区。这边的是不是也搬上去的？啊，对。其他工人呢？往下面搬了，已经开始在。哦，你行不行啊？就是运这些东西。嗯。背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背下去。背多重啊？有80斤吧。80斤行不行？啊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他干过，嗯，80斤没问题，小伙子。那你这个鞋，你穿破鞋吗？啊，这鞋还名牌啊，啊，多少钱买的？80买的，姐姐买的是吧？15块钱买的。15块，嗯，15块，网上买的。那你没其他鞋子了吗？有的，没其他鞋子，那怎么行不行？那你穿拖鞋能背吗？能，别这样吐，你那个是什么？多少钱买的？9块。小伙子可能挺时尚的啊。那行吧，你去给他们找个那个背篓，给他找个背篓，让他试一试吧，好不好？嗯。行不行？对，你不愿意干就不干，愿意干的话你先尝试一下，好吧？先试一试吧。哎，卢总，嗯，他们这个肥料是工人们承包来搬的，你叫他搬，等下怕他们不答应吧？这答不答应不是你说了算吗？啊，快安排一下吧，安排一下吧，找个背篓过来。好的。小唐，啊，卢总，小唐怎么样？嗯，还行，就是他们有意见。谁有意见？就是他们承包的嘛。有什么意见呢？他说他们都跑了2趟了，他才跑1趟。那什么，小东年纪小嘛，他慢一点也正常啊。啊，是的。这样吧，哎，我给你们说一下，你上来嘛，上来，我跟你讲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干了活的还是按照之前跟你说的钱给你们，知道吧？那个小伙子的话我单独给他啊。没事没事啊，你们正常干就行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们坐吧啊。好的好的，小问题。小唐，你干嘛呀？你快放下来。小唐，快快快快快，帮忙。没事没事，你上来，你放下来啊。你这是干嘛？你2磅你多重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的天哪，啊，你要干嘛你啊？因为 你快放下来。你这2磅多重啊？你看看，40公斤一包啊。你两百多少？160斤啊？啊，对。你不要命了啊？你年纪轻轻的，啊？这个很轻的。什么叫很轻的？谁让你干了？你说弟弟在干嘛？我弟弟那样，他们说我弟弟点。我刚刚说了，不用管他们的，他们那边的钱我单独跟他们算，然后你弟弟的钱单独算，知道吧？我只是让你弟弟试一下，还有就是让你弟弟知道，要大家一起团结，知道吧？就是做事情，比如说家里面帮助家庭里面，出来过后工作，大家是一个团体，知道吧？他要共同协作的，让他养成这种习惯，并不是他今天要干多少活，你明不明白？你跑来干什么？没事，这样你想着牙怎么办？你这么年轻，不会的。赶紧上去休息一下，走走走，没事，真是你这，走走，小唐走，那休息一下，等一会儿让他们过来把这里搬走。